那么今天杯子大的先选，你们没意见吧？我没啥意见啊。哎，你们俩说啥？算你狠，你先来嘛。这杯不喝。这个此地无肉，没肉我吃不下饭。这个外地来的，摸不透性格。哎，我喜欢本地的。这两个天线，难道是？我劝你善良，最好不要动我的波士顿。你叫我不动就不动啊，我别动。哎，又来了，宝贝来，宝贝哪去了？把他叫过来。小波龙，波龙呢？波龙呢？波龙呢？你不用叫宝贝了，我让给你。滚！哦，你治不了了啊！看这个样子，也是你先选喽。嗯，你先选吧，我从不与人计较。哼，还从不与人计较？你拿鱼竿，你唬谁了你？我选这个死地无肉，死地无肉，但是肯定有包证吧？包证，包证，包证，包证。嗯，意料之中，没什么好惊喜。我故意让给你的。你这个故意，有点故意啊。就是个外来的了。海鲜，海鲜，海鲜！哈哈，我的也是海鲜。有人，我这不是海鲜吗？原先我与我生气。啊！嗖！呀呀呀呀！表哥，没想到你多才多艺啊！哎，没多少了，就够满意。下次一起结伴。花里胡哨的，干饭呢，一点艺术细胞都没有，一点提示都没有吗？今天，那就选到哪个吃哪个。这个不要。干啥？选到什么吃什么，必须吃完。你以为你是鸭老板吗？大早上的吃这么素。大鹏，我先选，你没有意见吗？我有一点点意见，一点点意见，他都不听，我会听吗？红烧狮子头，哇！哎呀，这么素，一点肉都没有，活该！来看我的，啊，真香！到我了，红烧肉、五花肉、梅菜扣肉。漂亮啥用了？哎，红烧肉、五花肉、梅菜扣肉。有人，这不是肉吗？这不是肉吗？你看，这不是肉吗？哦，好像是肉。